哈，大家好，今日又系我，先先啦，系先先，咁系啦，今日要介绍啲咩咧？咁一开头大家都见到有自制卡包喺呢度啊，咁而家俾大家睇睇，等等，咁已经 NG 咗好无限次咯。系咯 ，NG 有无限次都系因为跌机，咁咧 NG 咗几次就俾人开烂晒，系因为自制卡包，其实我唔中意整新无限卡包，因为真系实在太咩啦。咁呢度有得清嘅，咁就冇得扯咩啦。系因为我唔知喺边度搵咁长条带啊。系啊，咁你啊，系开唔到啊。我怕又臨機又錯，凍啊嘛，凍唔凍啊？咁我而家等我開一開先，因為我黐得好實。頭先開爛咗，係。跟住我哋開咗啦。係啦，咁就跟住我幾次開爛。然後呢度係有卡圖，咁淨係可以抓到幾張啦。咁如果得四張卡嘅朋友們，係啦，就啱用，就啱整啦。咁首先要一張白紙一隻，我先係一張 A4 紙啦。然之後咧，如果你想揸白色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淨係揸白色啦，乜嘢都唔有，咁可能會好啲咯。咁可能唔會好似我咁樣咁差，係啊，俾大家睇嘅，係。咁咧，咁就最好唔好有顏色，係啦。咁不過都幾，咁然之後我要有一個硬柄啦，唔可以軟噶。如果軟嘅話，好容易會斷咯。係啊，開。呢度有得裝卡。呢度系裝嘅，咁不過呢度好個度先，就刪翻佢。我點咩啊？咪先啦，咁靚，係啦，咁就係襯得啦，襯一次俾大家睇睇。咁樣啦，係咪？有個紫色嘅餅啦，就襯起佢，咁就可以攞出街。嚇、啊，不過攞出街都冇。如果你用，如果你咧就得幾張嘅話，就好建議你用，即係唔係好多星夢行卡嘅人咧，就我好建議大家。整呢个啦，咁咧就千祈唔好喺留言度同我讲话。时间啦，咁咧，其实咧我俾大家睇下，睇生物学吸我几难整啊嘛，系咁噶嘛，咁嘅，系啊，你睇睇呢一本啦，咁。咁入邊係裝嗰啲卡嗰啲啊，有時收啲就，唉，都有學生整呢啲都要搞一搞，同埋啲卡頁最重要卡頁啊，係啊卡頁啊，你喺邊度揾呢啲框框啊？係啊，你千祈唔好。同我講話，你買多盤新卡寶就自己自製，係啊，好恐怖，鬼信咩？就呢盤，咁就唉，咁就順便介紹，順便咁就校服卡寶啦，咁就買，其實唔算雙禮物嘅，買翻140元到啦，140元。140元我記得好似係，
140蚊，咁即系140蚊，咁系我自己买俾自己生日。其实唔系我家人买俾我，我家人唔睬我咯。咁咧，如果大家想同我换卡嘅话，就只悭邮寄啦。面交就面交就面交就系啊，咁好多嘅。咁咧限期只有今日啦。咁咧面交地点咧系啦，面交地点就淘大嘅公园啦。咁就係抽有千秋嗰度啦，咁即係停車場可以下樓下有得搭巴士嗰度，因為我今日就去嗰度，係啦，咁咧就順便面交埋啦，同你係啦，咁我會帶埋啲卡出去同你你想你話喺你喺留言度同我講話即係你喺留言度同我講。话我系同你换卡，然之后就成本卡簿带去，我就成本卡簿带去，然之后咧，你咧就慢慢拣啦吓，你慢慢拣喺我侧边吓，系啊，因为咧，我系啦，即系唔知我今日我会唔会收到封信，如果天水围寄嚟。九龍灣的話呢就可能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收到，不過郵寄就面交最好啦，面交最好，不過郵寄都挺好的，郵寄都挺好是啦，郵寄就可以幾時留言都可以，如果面交就只限今天留言啦，只限今天留言，因為你今天你不去牛頭角嗰個公園，即係樓下有得搭巴士嗰度咧。如果你今日唔留言，聽日我就坐喺度傻，係我就個面交地點就會改噶啦，嚇就會改啦。咁咧，我係唔滿咩份啦。咁咧，咁唔好意思啦，有人嚟啦。咁今段 video 就係咁多啦，記住今日面交就好快啲留言啦嚇。咁今段 video 就咁多啦，下次再見，拜拜！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同埋只限今日留言。如果你今日留言到，就只淨會改咗個地點啦，係啦，拜拜。